我感觉吧，我们家芒果就是给别人种的。你看这芒果，新鲜多汁，皮薄肉厚的。如果说啊，大家喜欢吃这种芒果，你们送我一个小爱心。今年啊，我自己卖，就挂下方小黄车。这个呀，就是海南三亚的金黄芒，看一下，核小肉厚，超好吃。如果说你们也喜欢吃啊，这么新鲜、这么好的金黄芒果呀，就不要再去花十几块钱一斤买了。这个呀，就是你们城里有钱人都买不到的沙瓤西红柿啊！来，打开一个给你看一下。像这样的西红柿呀，我每天都能吃一两百个呢。嗯，来来，远方的朋友看一下，就我们家这么好吃的沃柑啊，在你们那里啊，拔一颗给你看看。哎呀，看，又脆又甜，姐姐喜欢吃。看，又脆又甜。第一批李子，酸掉牙那种，腌制好了。只有冬天才能吃到的玉米，看一下，特别的饱满。嗯。香甜多汁，生吃像喝玉米汁一样。那我想买一些，你看这个怎么买？你们帮我点个小红心吧，我就给你们挂下方购物车里面。嗯，超级好吃，你们啊一定记得。你看这个贵不贵？我要去哪里买呀？一点都不贵，您帮我点个小红心，我今年啊就给你们挂下方购物车里面。看一下，你们啊一定得买去尝一下。哥哥姐姐都过来看一下，今天啊咱们家开始刨蜜薯了，开始收蜜薯了，看一下这个产量高不高，好不好。如果您喜欢吃蜜薯的话，现在都还没有客商来收，这个是柚子都多长了一个月了，现在马上都快烂到地里面了。它呀就是我们山东树上熟的羊角蜜，看都是现摘的，果肉啊金黄金黄的，又甜又脆又香。嗯，朋友们看看这个呀，就是被你加一块他加一块转到你们手里呀，卖到七八块钱的雪莲果。其实啊这样的雪莲果在我们产地呀真的很便宜。你喜欢吃这样的雪莲果吗？今年呢我就挂到小车里面去卖，便宜卖十几块，我给你发满满一大箱还包邮。朋友们不要再吃外面四五块钱一斤的普通苹果了，看看，我相信呢，你们肯定没有吃过我们产地的现摘的苹果。像这么好的苹果呀，爸爸说了，今年放到小车里面去卖，为了收回成本，不会赚钱。我打开一个我们家的花牛苹果看一下，像这种花牛苹果呀，又粉又脆，口感呀特别的好吃。我呀，一天少说都能吃一百多个。如果说你们想尝尝，点个小爱心来我直播间，价格呀真的很便宜。那也太贵了。在我们产地啊，像这种龙眼真的很便宜，如果说你们想吃，点个小爱心来我直播间，十几二十块我给你们发满满一大箱还包。打开一个我们家奶油富士，你们看一下，像这种奶油富士啊，生长周期比较长，口感呀又脆又甜，你们呀就拿一百个鸡蛋啊跟我换，我都不一定给你们换。如果说你们想吃，点个小爱心，价格呀真的很便宜。看看什么叫熟到了巅峰，这个估计都撕不开了。宇哥，宇哥，哎，你们生西葫芦就生啃了？这不是西葫芦，这是我们山东头茬羊角蜜。这好吃吗？不好吃，我能吃这么香吗？哥哥姐姐，说句老实话吧，其实啊，在我们产地，纯甜无酸的春天啪啪干呀，真的要不了十多块钱一斤。你看，品质这么好，每一个啊都是果粒饱满、汁水充足的，真的很好吃。吃个山河梨啊，
so good. 哎，辣椒粉。朋友们，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吃过攀枝花的凯特大芒果，吃起来软糯香甜。朋友们，这个就是攀枝花的凯特大芒果，吃起来软糯香甜，特别的好吃。有些人啊真的很过分，直播间都没有来呀，就说我家东西贵，试都没有试过就说不好吃。像这龙眼啊，又甜又多汁，在我们产地啊其实啊很便宜的。小伙子，你这西红柿这么红，一定打了不少药吧？哪有啊，这个呀是我们这边家乡的露天沙壤西红柿，你看我们这边阳光特别的充足，每一个果子啊都是自然成熟的，你看水分又多。大家好，这是我们菜地里种的瀑布小番茄，这个小番茄呢特别的高产。给大家推荐一个既好种又好吃的菜，就是这个快菜，它的最大特点就是香辣兼具，真的是辣中有香，香中带辣。哇，这五块，像咱们家这么好的牛年呀，香甜软糯。别人家几十块钱一斤，你来咱购物车里边。老板，老板，来一斤橙子。哇，500，用不了那么多，我们这里是产地，非常便宜，几毛钱一斤。哥姐，先别滑动，看一下我们家的沃柑呢，大丰收了。先给它切开一个看一下啊，像这样的沃柑啊，皮薄汁水多，还无籽，超级的甜。哇，看过来，我们的沃柑大丰收了，有没有被馋到？像这样的沃柑啊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来我直播间啊，十几块钱。兄弟们，过来看一下，看到没有？今年的菠萝蜜啊，产量特别高，又大又圆呐、啊。大哥，大哥，你这黄瓜怎么都带套啊？这个可不是黄瓜。这呀是我们山东的羊角蜜，好吃吗？特别的香甜，入口即化。来来来，先不要划走啊！以前啊都怪我太傻了，自然成熟的番沙西红柿啊！哎呀，找了老半天了，终于捏到一个稍微有点软的了。来，我给你们打开它看一下。哎，这个在树上已经裂口了，捏着软了，我给你们掰开看一下。释迦果呀是后熟水果，一般呀都是摘下来以后自己放软了再吃的，我尝一尝这个。哇，真的很甜，快过来快过来。哎呀，像我家这么好的芒果，我估计呀、你们去买要7-8块一斤吧，那也太坑了，那可被哪些中间商挣太多了吧。今年呀我们农民真的挺难的，我就想自己试一试，就挂下方小黄车，如果你们喜欢吃的话，像这么好的芒果呀，我们只卖你几块一斤，下方小黄车点进去就可以拍到了。看一下，朋友们来看一下，这个呀就是我们今天要摘的果子，我给你们开果验一下货。像这么好的呀，成熟度已经够了，我们今天正在摘果。如果你也喜欢吃这样的芒果，你送我个小爱心，下方小黄车呀，还给你包邮。朋友们，我求求你们了，别再去你们超市买十几块一斤又青又绿的杨桃吧。看看咱们家树上黄的杨桃，这样的杨桃呀，清甜可口。这叫人参果啊。人参果呀，它应该很贵吧？不贵不贵，在我们产地特别特别的便宜。如果说你也想吃，送我一个小爱心，下班小黄车。朋友们，今天啊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榴莲的产地啊，然后我们挑了一个熟的，现在我们给你们打开一个。哇哇，看看，哇，
像这么新鲜的话，你来看我直播，我给你们挂小黄车，二十几块钱可以发一大篮子呢。尝一口，嗯，水分特别多，清甜的味道。刚摘下来的荔枝给你们接一个，放点辣椒盐，八零呀，你八零呀，我七九年，你小三子，他有个身份证，他八一年。那你他卖笔，那他嘛身份证不行，你呢？你年三九吧？我给他办了的。我三九，我是三七。我三七，我三九。哎，朋友们，过年了，咱们开始干活了。看，今天摘这么多菠萝蜜，如果你们喜欢吃啊，像这么大的一个菠萝蜜，才几十块钱一个。大哥，哎，你在拔红薯吗？这可不是红薯，这是我们的云南红土种植的高山雪莲果，我拔个给你们看啊。没见过的给我点个小爱心啊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看一下，喜欢吃的下方小黄。大哥，哎，这是不是你家羊角面？是不是？我得尝一下才知道啊。嗯，皮这么薄，还没有几个籽儿，还这么甜。配上点过期的辣椒盐。嗯，好脆，好甜。嗯。好甜，好啦，屏幕前的朋友大家好，我们村里的芒果已经熟了，现在已经到了采摘季节，我们现在在网上卖，一箱只要20多块钱，坏果还给你包赔哦。这个呀是帕巴干，它可不是橘子，你们老说它是橘子，你们家橘子都长在树上呀？看这个帕巴干，我一天都能吃100多个，打开你们看一下，果肉一粒一粒晶莹剔透的，是特别的好吃，而且啊价格特别便宜，你们一定要尝一下。嗯，朋友们，就当我求求你们了，别再去外面吃4块多一斤的海特芒了，那也太贵了。嗯，我猜啊，你们那边这种海特大芒果最少也要卖到4块多一斤。我们家的彩虹芒熟了，一箱10多块还给你们包邮，我一箱只赚几毛钱。这个呀就是我们山东的头茬羊角面，来给你尝一下，又脆又甜的。好吃。怎么样才能买到呀？送我一个小爱心，下方小黄车呀。咱们来说一说一个爱结果的一个品种啊，叫鸡心果，它特别愿意结果啊。这个是去年种植的。普通的橘子呀，你们都吃够了吧？尝一下咱们家这个沃柑，皮薄多汁的，口感非常的甜。我一次至少要吃几十个，产量稍微低一点点啊，不够我自己吃的。如果你们想要这样的沃柑，你帮老弟点个小红心。看一下，现在丰收了，像这么好的芒果，今年在我们产地啊，也就3块钱一斤。我们在网上卖也就卖3块钱一斤，如果说你恰好也喜欢吃这种芒果，帮我点个小爱心，下方小黄车呀，咱们一箱10几块给你包邮到家，就这样的芒果。过来，来来来，看看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种植的露天的沙瓤西红柿，熟了吃一个。嗯，酸酸甜甜的，如果说你喜欢吃，送个小爱心，顺便点个关注。嗯，一会儿到我的直播间，看到没有，特别的清甜，水分很大，而且还好吃，主要是还不贵。你看看看水分大不大。我决定了，我就自己卖，就挂下方小黄车，皮皮就这么薄，一单呀就卖10几块。去年就怪我自己太傻了，看看种出这么好沃柑，就是被那些人啊拿到你们那边去，要卖好几十一斤。哎，哥哥姐姐你来了，你看一下，这个啊是弟弟从小就吃它长大的。哥哥姐姐别划走，
弟弟啊，给你们送普罗旺斯西红柿来了，你看一下。朋友们过来看一下，像这么好的凯特芒果啊，被某些主播看到的话。进来的各位家人们大家好，在温室大棚我们有很多品种出现了很多的大小粒儿，比如这个早黑宝大小粒儿也特别多，但是在这个品种在温室大棚体现来说